在公司上班需要计划很多事情，是未来心事吗？那个叫做要吃饭。所以哦，我们就是了解到哦，那个策划你在当下专一，专一就是道了，知得一啊，万事毕。你知道这个一能够专一，你在策划的时候啊，就全哦这个全心投入策划。那策划完了，抛开，不再去管它，这样能够了解吗？不是说我们不吃饭的啦，大家都要做便当，还是要吃饭哦。所以上班啊，赚钱还是要记得哦，那个随缘之用，以此哦，而不是本体。